接下来要特别说明哈，五蕴性空是根本佛教的真义。我们前文是这样说到嘛哈，就是前面不是这样说的吗？那个五蕴是观生灭嘛哈，六处是观寂灭嘛，观生灭啊，观生灭无常嘛哈，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来做说明啊，现在。特别说到五蕴的空无自性的性空，五蕴性空，其实阿含经里面有明白的譬喻啊，有明白譬喻，比如说观色如锯末，观受如水泡，观想如阳焰，观行如芭蕉，观事如幻视。所以在他说这个，如果从性空的见地来看的话，五蕴它就是性空的。而这个五蕴是性空的，是根本佛教的真义啊，根本佛教的真义。就像一般在阿含经当中，它缘起是生灭的缘起，对吗？但是深刻的本意了，叫应该是。杂案间说到的初是空相应也起随顺法。关于这个五种譬喻啊，五种譬喻。我们来看注脚十。看其他我那个注脚，希望这里面的注脚各位去看它都能够看得懂的了。耐心的去看都能够看得懂。我们这一堂最后一堂课嘛，就这一次上课最后一堂课，接下来又要放假了，对吗？所以希望大家有因缘的话都要多看。这个关于这个。这边又引到了哈，引到他说蕴法门并不是没有明显的空义，只是说的不多罢了。就像在阿含经当中，那缘起一般都是生灭的缘起嘛，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生灭啊，即灭。但是也有说到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也有说到离有两边嘛，衍生无来处，也灭无去处。但是说的不多，对一般根性的声闻者，多说是，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然后缘起多说生灭的缘起了。这边也有说到，不是。说的不多而已了，特别举了这个偈颂，这边导师又特别引到了底下无实，就这五蕴嘛，无实不坚固，无我所了啊。古德站在法有的立场来说。古德站在法有立场，在阿含经一般都是说法都是我无法有嘛，对吗？就站在法有的立场，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的，都站在法有的立场，把这些呢譬喻呢都解释为生灭无常。什么叫法有的立场？就是法在生灭，法确实在生灭，包括现在南传也是生灭生灭。然后观灭嘛，因为也真确实在灭，所以起悚悸感嘛，对吗？这些我们要，尤其我们学大乘法的，而且我们这一堂课是在学中论，对吗？这些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知到哦，观察到，观察他们的同跟不同，同跟不同处，一定要了然于胸哦，我们心里要非常的。贴切很明白，这才可以有在
文会就要这样子了，别文会成就，我们就要很清楚明白，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用法来调教我们自己啊，用大圣法来调教我们自己啊，才有那个方向。嗯，所以法有的立场就是，比如说法有就是五蕴法是有的，五蕴法是在生灭的，生灭它是苦的，所以它是无我的，你看，所以它是门是有，就是声闻啊，法有是有生死苦法，有涅槃乐法，有，所以要愿离生死，先求涅槃，都在有的立场。所以他把那个泡沫扬眼等认为是说，五蕴的这个法，它是在生灭无常，不坚固嘛，没有实在性，不坚固，他认为都无常，在显种无常，生灭无常，苦故无我，基本上法有立场这样来解释。但是如果从色受等一一法的字体上理解，他不是说就是已经是有的法，这意思啊，这个上标阿婆数字一跟二之间的差别啊，这个就是从一法的字体上去理解，就会说这个是在形容这个法本身是泡沫扬焰。如果是这样的去理解它，那五蕴如幻如化如泡沫如扬焰，这样的时候空一就显示出来，就从它字体上当体，就是观察这个法本身，而不是说这个先成立它是有，不是，而是直观它如何的有，观这个法体本身，就法这本身到底它是怎样的有，有到底是怎样的有。哦，如果知道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去理解它，那就空义就显现了。所以是在跟这个上标一跟上标二的这个导致的系数的，要去清楚的理解它，这样我们就能够观察了。我刚才说明的这个，希望各位还要自己再去思维，而且日常生活去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往这个地方，有没有亲切到，这样就有机会的了。法有就是说它已经有了，就是承认它有，从这个有上它有，就会有这个生灭变化，所以它就是说无常就是无常相啊。如果以大圣中观来说的话，无常就知道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在这字体上去观察的了，当体自体嘛，就常的性，这本身那个体性是不可得。无常相表现出无常相，若以中观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法本身就是常性不可得，才会幻现出无常相。这个在南传就不会这样做观察了，有中他就不做这样的观察了，空中才做这样的观察。希望可以理解了。而这个我再说明一下，对于为什么会这样去形容，为什么色不像如水上泡，不像其他的，为什么色如聚墨啊？那色就好像那极微是吗？一个一个小泡，那个墨啊不是泡啊，那更小更小的那个墨嘛齁。啊，更小更小，聚墨啊，就好像那个色法嘛，色法还有相对的什么？相对那个固体相，就是比较坚固的这一部分嘛。色法相对于心法来说嘛，比较坚固的，所以用这个墨，而且它聚集在一起的嘛。而受呢，泡水上那个泡。水泡嘛，水泡比较那个刹那刹那就马上就破灭掉，马上就破灭掉。而墨它当然会破灭，但是这个墨不是在说它的破灭，它也是它的
末也是说它没有实在性，是吧？但是它是末聚集在一起才有表现出这个色法。那受呢，泡呢，水泡就马上就破掉，刚开始很鲜艳，但是马上就没有。所以那个一般在那个禅师要说身受心法观的时候，有些禅师就特别重视在受，因为受就是很清楚嘛，但是马上就没有，马上就没有。我们可以这样观察，想春时艳，就是那个阳艳嘛，哈，阳艳。想可以这样，应该这个就比较就好像白日梦是吗？想取相，但是取那相呢？想就取相嘛，那相哈，我们就好像一般在取那个。看到好像远远看有水，但是一近看就没水，白日梦就更像了，是像是这样的意思。行为什么如芭蕉？行我们一般讲它意志，对吗？意志。芭蕉呢，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实在的，对吗？看起来是实在，就好像行我们讲意志，好像坚定的。但是呢，芭蕉呢，一拨进去呢。拨进去空心，对吗？空心，所以行用芭蕉来做形容。是如幻，那就幻，就是那个幻师啊所做的那个幻事啊，幻师所做的那个幻事，那就是会有你看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做一个手势一做下去，要猫猫就表现出来，要狗狗那个形状就出来，对吗？是跟那想之间的差别还是有一些差别，对吗？这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这样的譬喻来去理解我们这个五蕴的那一些特性啊，一些特性啊，这是我的理解啦，这个是仅供参考。好，其他的，我就看你看哦，导师在星空节他也特别提到这样，五蕴是怎样？无常为论端，无常为论端就是五蕴嘛。无常无蕴色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无常就厌离，无我就离异，然后瞬间涅槃，涅槃就是空，有空嘛，所以。五蕴，因为是在性空学探研，就是观察佛陀如果从蕴法门来去观察到空义，就要从一般在阿含经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从这个地方来去理解它的空嘛，理解空，就无常为论端用功。啊，作为处呢，要怎么观察它？是以无我为根本。的触空，那在《杂案经》呢，基本上啊，说那个从六处来说我的时候，他就会说到了五，就是六根和六根和的这个啊，取六境生六识这样的认识活动过程当中啊，是就是都是。一一法嘛，六根起六境生六识生六处六受等等，这个一一法都是无自性，都是如幻性的，所以这个我也是如幻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各位可以去观察了，在那个《答案经》里面说，六处送的那一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来观察。基本上啦，当然还是有从无常去观察有，但是基本上。它的特胜都是从无我为根本因果。所以导师在从我知道在那个皈依见三宝章对于那个法宝的那个赞叹啊，法宝赞叹对于那个三法印的譬喻啊，那个诸法无我印它就是从五印来譬喻的啊，无常印啊，诸行无常印，它就是从五印来做譬喻；诸法无为印，它就是从六处啊，六处来做。
好，这个再来看一个，一般的学者了哈，在世间生命现象上，在这现象就是有为法，就是缘起向上哈，对无常做肯定表前的解释。什么叫肯定表前的解释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前面讲那个在注脚不是这样说的吗？古德以法有的历程。有就是有的历程，有肯定的表前，用肯定的方式来做表前，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是无常，是法的无常生灭，是法在无常生灭啊，不是说法没有自体，不是空啊，不是在说法本身啊，而是在说法的生灭现象，无常是法的生灭现象。所以他把无常，就是说有一个无常，做肯定的表示有无常，有无常。不知道如来的本意，不是在说有，重心不在于说有了，而是要在生灭流动中，在这样的有当中呢，去否定它的实在性。所以是要否定无常，就是在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所以不是在说有无常，重点不是在有无常，要了解常性不可得之后，那个无常相是幻现出来的无常相。如果我们是理解说有一个无常，我们用这样的无常去破外道的常。外道也可以用外道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因为一切缘起相都是相对的恶，这一面看是无常，那一面看是常，所以你用无常去破别人的常，别人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但是世尊讲的无常，不是说他有一个无常，而是在这样的无常相当中去理解说明它的常性不可得，也就是外人所说的那个常是不可得的，那就可以破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无常就不会被外道所的常所破，因为我们的无常是常性不可得，我们的无常是如幻的无常，缘起假名的无常，不被那个自信就是圣意观察所破，因为它是无常，它是如幻象，如幻象。所以世尊的本意不是在说有无常，重心不在这里，而是要在生灭流动当中，生灭流动，生灭无常流动当中去否定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才幻现出它的无常相，重点是在常性不可得，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不执取、才不会事事执着、这样才能够解脱。常性既然空，我所当然也就无所有，也就是空，这样就从无常门就直入实相了。所以终归于灭，无常灭，即灭那灭，在阿含经都说终归于灭嘛。以大圣经龙树论说终归于空，终归于空，是完全一致的啦。为什么？就是在生灭当中，就生灭当中，无常相当中否定常性，就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所以在终归于灭，终归于灭，那就无常灭，无常灭，无常灭，那就即灭，啊，即灭就是空，对吗？这边说到常性既然是空，那就我所当然就是空，就空，就无所有就空。无所谓，这样就空嘛。所以终归于灭，以终归于空，在《阿含经》它是完全
一致的啦。虽然在《阿含经》多说这个，但是其实它跟终归于空完全一致的。所以在《阿含经》虽然常说生灭缘起，但是跟空相应缘起是一致的了。好，其他的就自己去看它了。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再说明一个，在这里啊，在这里对于那个譬喻啊，导师在这里有做了，注意啊，有做了一些的看似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它的，有为法，有为就是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就是那个这是在说明那《金刚经》的嘛，如有做六义去做譬喻的了哈，也有做九种、六种、也九种、十种等譬喻了。但是不管怎样的譬喻，它主要的呢，主要的就是譬喻一切法是无常义。无常义，导师说，如泡、露、电，譬喻一切法虚妄不实的，如梦、如幻、如影，对吗？哎，在这里好像导师又把它分成两类的，对吗？导师说，好，可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每一个譬喻都可以做无常无实譬喻，或许可以一一别配了，但是实在不需要别别分配了。所以这个六者就是譬喻一切法的无常无实。在这里跟有，就是说从法有的立场来去看，那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因为这里无常啊，你这里无常就是常现不可得，无实就是我现不可得，没有实在性嘛，就实在性不可得，是这样的来理解无常无我，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而这个为什么导致说无常义呢？就是泡、露、电，这很快对吗？刹那刹，露啊，也是太阳一出来就没有是吗？泡马上就破灭了，电那更快的嘛。所以这些导致说它也可以是披无常义啊，梦、幻、影，这个就是虚妄不实，看起来就比较接近对吧？但是无常义不是有一个无常，是常现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相，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每一个譬喻都可以从无常无实喻啊，这跟有中的用法有的立场来说无常那不一样的。希望我们要很有耐心的去理解这些啊。其实以我的经验呢，其实中观义理的初步的理解不是那么复杂，它深刻，但是我们不熟，因为我们不熟悉，完全就不当然不熟悉，完全就没有接触的，因为跟我们无始来的自心见完全背离，所以要去理解它不容易，理解它不容易，但是它不是那么复杂，只要有耐心，有耐心给自己机会，要有耐心，啊，我们从年轻到现在对于那个幸福最有耐心的，能够给我们幸福的都会有耐心，但是可以给我们的幸福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对他都很有耐心。但是不知道啊，这个是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法身慧命的。如果我们亲切到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就会很有耐心，会一次一次的。其实我在共修过程当中，我一再一再的想把我觉得想想
想供养大家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窍门的这一部分，但是我千辛万苦，我要跌破几个脑袋而来的那个，我是一直想供养大家，只是我不够善巧，不够善巧。但是我一直在说，这个有它的不同处，包括我一直在做比较，对吗？刚才这一堂课啊，我一直在做比较，尤其这些有嘛，所以会跟那个部派做一些做比较。其实有宗不当然是部派啦，大圣哪有宗的嘛？能够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到它，所以我说的很细哦。包括为什么如这里，我还在跟各位说，为什么导在这里会把它分？其实如果像这些也是我以前在困扰的嘞，为什么这边这样说，那边这样说？难道虽然是说有不同面相，但是在导师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他的统一相吗？虽然可以有缘起法各个面相，可以这边这样说，那边那样说，但是在导师的内心深处，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那个无碍相在。就像龙树菩萨说：“智者入三解脱门的无碍，其实入一切法门都无碍。”他一定有他的无碍处，这也是我在思维啦，就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对导师的说法，我是要求最严格的呢。我希望导师能够说得清楚明白，但是因为我对导师有经验当中，我对导师的相信，导师他有他很深广、很扎实的它的内涵，我是相信的，因为我这样一路以来啊，因为我每当我要要求的，都可以得到相当的答案。包括这个，我是为什么能够这样的理解，还是读了导师的著作当中能够理解这个。像霍华盖论的第十二章，读通了，这里就能够基本上至少可以从这个面向让我安心。导师当然还有更深广的内容啦，但是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让我知道，哎，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这个就跟那个一切法空寂性，从任何一个缘起向上去观察它。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任何的说法，对于任何的境界来，它的不同面向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哦。尤其在对于那个一切的世间的学术，然后是佛法当中的一切学派、一切学者的一切的说法，都能够去观察到哦。所以导师说什么像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像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说比较佛教跟佛教跟儒家、道家的同跟不同。真的是说的有它的深刻的内涵，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希望我们要耐得住性子的。你看，一样啊，声闻也是这样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要60劫嘞，否则解脱到最快三生就能够解脱的嘞，就能够成为阿罗汉的嘞。你看那个周利盘陀劫也是阿罗汉的。那个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阿罗汉，对吗？他要60劫，何况是要修学大乘法。我们对世间啊太有耐心了，对吗？小学、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班、博士后、哦、种种的好几种博士，都很有耐心，又把一切最青春的时间都奉献到那个地方。我不是说那些不要，那些都要的啦，但是我说，既然那些都要了，佛法更要，佛法更要。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我们要煮一道好菜啊，那火候我们都注意的很注意，对吗？啊，到底要几分钟哦，随时都要去检查，才能够煮出一道好菜，对吗？连那都要这样啊，泡咖啡、泡茶，对吧？
讲究到这样子是吧？我不是说不要讲究了，我说那样都那么讲究了，对吗？生活都那么讲究，对吗？偶尔也要讲究一下。各位，现在说佛法要生活化，要能够用得上，那不是俗话了。俗话的生活化，那只是俗话去了。或是要道在日，平常日用中的那样的呢？那样用，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一直在说明，要跟一般的那些做结合的，希望要在这样的那个生活化，道在平常日用中的这样的法，那就有力量，那就有力量。但是这个哈、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希望我们能够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啊，一次一次的体会，那很可惜。好，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好，这个谈完了对吗？接下来就要开始说明内容了啊，引言谈完就要开始说明内容。我们上一次啊，关于在整体做说明的时候，大致上已经在说明如何去观五蕴是吗？如何去观五蕴？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科判来说，导致的大科判，你看。这里来看，因为这里就是因为这一品就是观五蕴品嘛，所以在这一品当中一定就是颠二，这个就是这个。但是底下的这一部分呢，就有它相对的啦，因为颠三不会在这一品上显出颠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品就是观五蕴品，所以观五蕴品它本身导致在这里就下一个科判了。所以在这一品当中，就只有出现丁二了，丁三会出现在别品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观物一的话，至少就会有物二啊，观物二。好，我们这样相对因，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物一、物二，就是赞叹性空。你看这里为什么赞叹性空？我有时候你看哦，我们导师，我们刚才在注脚上不是这样说？因为一般在观那个，或者在言文啊，在引文当中也说到啊，观五蕴生灭是吧？观五蕴生灭啊，在这里又特别，总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一节，就在这一品当中，特别来赞叹性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连结，对吗？你虽然谈，当然我们这一品都在观那个空啦、啊，观空，观空。但是一般啊，在案件当中，因为中论就是通论阿含嘛，在案件当中，五蕴基本上都是观生灭嘛。所以导师在。注脚也说到，在言文当中啊，在引文当中，最后也说到嘛，就是那个五蕴性空是根本佛教的真义，对吧？所以他这里也赞叹性空。好，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就知道物一物二，啊，几一至少有几二，对吗？这样我们知道观蕴性空的话，那就观。色因性空，那几二就会相对来说就是一印，其他的嘛，其他印。最主要就是观那个色因，主要是观那个五印空，主要是观这个哈色因呐、啊，色因主要观。那观如果去观色因性空呢，主要我们上次也说到，只是这时候再很快的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见树不见林，然后就会既见林又见树。好，第一个就是因果相离破，物一是因果相离破根一啦、啊，就因果相离破，因果相
相合也不是，因跟果相合不行，因跟果相离也不行，所以叫做因果相离破。相离而破了，不能够离开他了，两个都不能够离开了，谁也离不开谁了，谁也离不开谁。好，第二个就是有因无因来破，有因也不可得，无因也不可得。然后另外一个因果，这边就是因果相似或不相似，这边是因果相似也不对，因果不相似也不对了。好，理解这个之后啊，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正式来观因果相离破，就是因果不能够相离了。果因不能够离开果，果也不能够离开因。如果一方面离了，因离开果也破，果离开因也破。好，现在三颂我基本上把它放在这里了，放在这里。这放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跟一因果相离破，总共有三颂，总共有，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那这样的话，假设这边，假设这个地方只有两颂的话，会常常解释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个偈颂出来了。但是这里就已经有三颂了，所以表示底下。常常解释完之后就不会再有在根一当中就不会再有第三个第四个偈颂出来。好，要解释它嘛，这个我的上标都有它的意思在了，有它的意思在。好，先第二个先总说了齁，总说。先标中就是就是标中，就是对于这个根一的宗旨哈，就是色法是因缘所生的果法，因为色法还是缘起法嘛，色法是缘起法，是因缘所生，相对因缘来讲，它就是果嘛哈，所以考察它的因果关系。因果就是色法，就是色，就是果色。那因呢，就是色因嘛，色的因嘛。所以观察它因果关系，因跟果它是不相离。以中观来说，因跟果它是不相离的缘起存在。什么叫不相离的缘起存在？因法、果法都是存在法。是因跟果是相对的存在法，都是存在法，都是存在的法。但是那个存在的法是缘起的存在法，是因跟果不相离的缘起存在法。至于有不，有不怎么说呢？有不的，因为有中都是自性因果嘛，齁。所以有不它是色法的自性因果，以中观来说它是缘起无自性的因果嘛，但是有不力它是自性因果，色法的自性因果。色法的自性因果，有不把因果分成两类，就是一类是同时因果，另外一类是意识因果。同时因果，导师举一个例子了。萨婆多部就是有部，
设法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四大，就能造色，然后四大所造色。举一个例子啦，除了四大之外，其他都是四大所造色，例如说五根、五境等等，就四大所造色。有五根、五境，包括有部还有五表色，对吗？都是四大所造色。只是五根五境啊，它是可对的，可对的。它那个五表色是不可对的，有没有执爱的？好，四大相对来说了哈，四大跟四大所造色相对来说，四大就是因嘛，也就是能造色嘛，就是因所造的色法。就四大所造色，它是果。这虽各有它的字体，有不哦？四大有它的字体，所造色也有它的字体。他们这样说，虽然各有它的字体，但是根尘等色法的升起，是要四大做它的所依，也就是。能造了，能造，能造，就能造因，也就能造色，它所造色，它因果关系啊，所以这样的因果呢是同时的，叫同时因果，但它各有自性的，而同时因果呢，除了无表色之外。所以表色无表色，这表色无表色之外，因为表色是什么？表色就是那个，因为表色啊，就表现出来的嘛，表现出来，我们现在表现出来也是表色无表色。如果表色就是身口表现出来的业啊，表色无表色，表业啊，以。有部来讲，表业啊，就是业力的那业啊，表业就是表业，它是表色，因为他认为那个身口业啊是色，是什么？无表业，他就认为是色法，何况是身口业？对，他就是，但是这个表色无表色都是造业嘛，我们现前在造业的之外，这个之外。其他的四大根尘的升起都是由过去的业力所招感，而这个业力它是色法，就是无表色，无表色。而这个业力啊，业力就是叫做意熟因，它因嘛，意熟因。感得的这个色法，感得色法就是这些色法，叫做意熟果。而这样的意熟因、意熟果，那是意识因果，因为它是过去的业感得现在意界的这个果嘛，所以它因果是意识的啦，是不同时。它有不就把因果有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而且它因果是自性因果，而且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是已经是相对的分开了、割裂开来，有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哎，导师在《中观经论》你说到因果，也说到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是吗？但是不同哦，导师呢，因果是无自性的因果，而且同时意识是方便假名说，同时不离开意识，意识不离开同时哦。我们不是这样说吗？最短的时间就是刹那，但是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啊。刹那是同时，但是有前后相。就没有离开意识啊，所以导师说什么叫现在，以中观来说，公众来说，什么叫现在，是贯穿过位的现在。所以啊，如果说啊，永恒的当下，那是细论相，以为有一个永恒的当下，那是细论相，
当下刹那也是有前后相，因为这世尊就这样说了，在暗间不是刹那就生灭吗？即生就即灭吗？那真要中观才能够彻底说明白啊，观察得清楚来。所以我不是常，我常这样，这样说，导师在一般说小而无内的，导师也说得清清楚楚来，依中观说得清清楚楚来。一般说的大无外，导师依的中观也说得清清楚楚来。这样我们才能够观察，中观也是，就是阿含世尊的生意本意嘛。这样我们才能够观察，否则到那个境界，我们 修到那个境界，我们就陷在那个境界当中，就死在自心见当中了。所以导师也同在说，同时因果，亦是因果，跟有不说的完全就不一样喽。这就是有中跟空中的不同。各位，我们要观察不同，要在具体事项，他们如何去说明缘起相，就能够知道他们如何在说空。自性缘起必然是他空。无自性缘起必然是自空，那就有空中，其他的呢都是有中，都是自性缘起。好，中观破了，中观破。现在从因果不相离的见地来破斥他，因果各有自性。因为因果是不相离的，既然不相离，就是因跟果之间是相依相缘的，所以不能够说因果是各有自性。但是有中都是这样，有中都是这样，都是假必依实。不管是重视在涅槃极境印的真常为心，或是重视在诸行无常印的虚妄为师，包括在部派，一切一切的有中都是假必依实，都是虚实见，虚假见实，都要依实立假。他们认为那个假名的不是因果，不是真实的因果，只有自性才是，自性因果才是真实的因果。但是中观完全完全就不一样了。中观说只有一切法，只有无自性才能够幻现出因果相，因为无自性才能够彼此有关系，才能够此故彼。而其他的有中呢，就是要先有这样的法，要有自性的法，才说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有中跟空中根本的不同处。这个就是我们观察的地方。不单单的观察各家的说法，也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就有能力哦，有能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前都是有这个法再说它的相依相缘，因为我们一碰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就实在感，我们不是追心吗？哦，那个很伤心啊，那个都是针在刺，对吗？那都实在感，对那个法的理解，而对，就是对那个实在感自心见，对那个法的单一法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说啊，它是因为昨天的事情、今天的事情因缘和合造成我这样的法出来，我这样的生气。啊，这个都是自信因果。那我现在也是自信，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破自信见，不要说破自信见，我现在连文会都没有成就。起来的，直接起来的，那当然是，但是可以观察，那就不一样了，可以好好的教化他，可以好好的教化他。啊，教化的对我而言，那个顿根，教化的哦，理力量的不好，但是不像样，但是到底是可以教化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我说有法才有智慧，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智慧，我就在说明这个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珍惜
闻法的机会，珍惜闻法的机会，珍惜哦，能够闻到导师法的机会，所以啊，各有他的自信，有中都是这样，先有他的自信，再说因果关系，不要在假法当中分析到一个真实法，然后真实法来立假法。所以中观就用那个相因果是不相离的，不能相离的，破他因果各有自信。为什么就能够破他各有自信？因为不相离，所以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这个才能够成立此故彼。一谈到此故彼，阿含经的此故彼，就在说明此彼是无自性的。所以导师不是在这样说到吗？一定要到这个地方，要看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个法，这才是出世间的缘起法。为什么？因为看到此故彼，就看到此彼之间的无自性。这个是阿含经的深意本意哦，不是有此有彼才说此故彼哦，不是有此有彼，是有此彼的自信才说此故彼，那就是自信，那就是有中的见解了。所以他从因果不相离来破因果各有自信。所以在这里，我刚才不是特别强调说法有的立场，导致说如果用在依法的字体上来说，那空义就显现。什么叫法的字体上？就是此故彼，就是此彼本身的字体当体是无自性的，而不是说有这个法才说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不一样的，对吧？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这个，如果以导师来看，那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啦。但是我们一写起来，我就不清不楚嘛，对吧？但是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啦。刚才我也举了几个例子，是吗？也可以互相贯通了，对吗？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义理的越清楚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法那样的法可以贯通，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身心的那个一直在障碍在纠结的那些法，我们就看到解套的方法，解套的趋向了。不会哈，剪不断理还乱了，剪断了更伤心，对吗？但是要理他还乱，剪不断，一般是剪不断理还乱了，剪不断理还乱，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学习了中观法之后就不一样的啦，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能够坦然的接受自己。坦然接受自己之下呢，可以怎么样？看到光明了，不会无奈，不会无奈。但还是要在法当中去观察。关于这一部分，关于这一部分呢，我注脚也有了，对吗？那个老师也是特别说到自，这个也说到中观呢、啊。就前面呢、啊、说到，其实这里都有相关的啦。你看哦，有部的啦，有部的，有说法，也特别有说到有部的嘛。在这里会说到名假、受假、法假啦。都有提到。在这里有提到，你看了、啊、和合的关系是吗？现在和合的关系，还有前后的关系，前后的关系，和合的关系。啊，这中略的不是不重要啦，各位回去来有阴影还是要看，只是说我要表现出，因为注脚主要是理解内文嘛，这个哈、哦，这个在这里来说，这个就把它忽略、中略掉。最重要的说这个呀，说这个底下这个，底下说这个、为什么？你看了、啊、有部说同时因果，同时因果，亦是因果；而进步呢，不承认同时因果，他只是说亦是因果，
而贞观呢，一则世俗谛，他就也讲同时意识，但是哈、哦，和合就是同时，前后就是意识，但是和合前后就是同时意识，不是截然分开的、哦、在这里就解释的精彩透底了。我想这个地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你看哦，只要是存在而可以称为因果的，称为因果的，它就必然有能生的，能生所生，能生就是因嘛，所生就是果嘛，能起就是因，所起就是果嘛，这样能生所生，能起所起，它们之间呢，就是因灭果生嘛，是吗？因生果才生，是吗？因灭果生，因生果才生，都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都有前后相，就必然有前后相。如果同时就是同时就完就是没有前后相的那个的同时啊，就好像如牛的两脚，它不能够成立因果义的。牛的两脚，两只脚之间，同时的两只脚之间，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只要有因果，成为因果的一定有前后现，那就前后因果了。但是同样的，可以称为因果的，因果之间必然有相依关系了。代果名因，什么？代因名果，所以它必然有相依的关系。所以既然有相依的关系，它就有和合的同时性。否则有前因的时候没有后果，有后果的时候没有前因，这样因果就彼此不相及。既然彼此不相及，就不能够成立因果了。所以如果从如幻因果来说，因果本来就不能够这样一时同时割裂开来说，割裂开来说了。所以老师说同时一时因果，就是前后因果、合二因果，只是假名如幻的相对说了，相对说。其实每一个因果法都有它的前后相，都有它的合二相，只是有些因果幻现出来的特相是合二相，有些因果幻现出来的明显的相状相是前后相，所以相对说它是同时因果、一时因果。导师特别说到，时间必有前后两端的伸展，时间必有前后伸展嘛，但是时间又有前后不相离，前后伸展，但是前后不相离啊，所以比如说刹那还是有前后相的。阿含经就说刹那生灭嘛，所以刹那也有前后相，是吧？所以两端伸延又两端不相离，是吧？所以此处就是导致在这里了。分别说同时因果、意识因果，只不过是从相对显著的形态而加以分别。我刚才说到了，每一个因果法都是同时意识的，只是有些因果法它的同时相特别显，有些的因果相它的相续相特别显。你看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特别啊，因果关系的形态很多很多了齁。诶，我们举啊，例如说那个同时的形态非常明显的，就好像你看杀为因不为果，杀为因不为果，这样的它的同时相就很清楚。但是老师在这里齁、哦、不是在说它同时相，而是跟母子之间呢、啊、母子齁、哦、母子的因果关系啊齁。跟离开母体之后不再发生关系啊，但是杀为因不为果的哈、哦、啊，这个你看到、哦、不能够离开杀而有，互相不离啊，
跟那个母子的关系啊，有不同，是吧？但是哈、哦，亲是水是氢氧化合的哦，成水之后，连那个形态啊，氢氧的形态都不见了，对吗？所以有不同的，这都是因果关系。但在同时意识来说的，同时因果和的因果，用这个不杀为因，不为果，哎，这个就可以看到它的同时相。好，这边是总说了哈，那自己如果的破，如果的破就这样喽，因就是离开，就是不能够互相离开。如果离开，谁离开谁说都是因果都不能够成立。希望各位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有中跟空中如何去观察缘起法，这样就会比较能够切近期。也希望关于我们前几品哦，前几品还是这样的观察，还是这样观察，底下的还是不离开这些啦。其实哈、哦。其实只有中观破就一空到底，任何的法来都一空到底，任何法来都有它的，只是说任何的法来都有它的缘起相，不同的缘起相，但是在不同的缘起相的观中去破呢，还是依着那个，只要有自信的话它就会出现问题，只要有自信的话它就出现问题。在这里也是一样哦，只要有自信的话它就会出现问题。好，希望就是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前几品的、哦、也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底下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其实破的方式啊，原理都一样，只是因为缘起的法相有不同的嘛，四谛种种有不同的法相，在那不同法相当中，它的原理虽然是一样，但是我们对那个哈，对那个义理，我们就更深刻的理解了。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数学的话，先证明公式，对吗？证明题，接下来还有应用题啊。应用题，啊，应用题就是应用什么？应用公式来去千变万化嘛。啊，公式就是这样，但是那去应用就千变万化。啊，千变万化当中呢，就会应用题之后，就会让我们对于公式更透彻的理解，丰富它了。所以希望我们去读的时候，要去这样去抓，这样的观点去抓它，就是我这要在这样的文思的过程当中去抓中观。破的特性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一再一再跟各位想要跟各位解释清楚的地方。在跟其他家在做比较，有中的在做比较的，不管是三大文系，或是三大宗啊等等，都是希望能够引领各位去找到这个门路。只是哈，因为我不够善巧，而且我理解的不够深，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各位要更要用功了，才能够达到我们这一堂课的目的了。我们这一堂的目的哈，主要是让各位能够有所收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有问题吗？请周景师姐提问。好，我要抓师傅最后一节课，赶紧多问一点问题。好，好几位。师傅，我在想，就是，中观讲的内容主要是让我们能够如理思维的，改变一种思维。但是今天师傅在前面讲，讲一个如理思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如理思维确实，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又想到，
我们在前面讲一些学习内容的时候，也锻炼这种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就是讲十二缘起，就是倒着走，然后比如说让这个处不起啊什么的。其实我也在练习这一部分啊，就是六根和境相对的时候怎么样，不让那个时起。其实我通过喝水呀、或者什么，我感觉是可以来训练的。但是今天听师傅来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其实不让时起还是比较困难，但如理思维好像会容易一些，也比较好一些。那我就在想，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关系呢，师傅？我问一下，你刚才从什么比较容易啊？我感觉如理思维比较容易。难？你前面那一句话是什么？比较难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如如不动，就是我跟你这样说，跟遇到境的时候不让时起啊。我跟你讲，怎么样不让时起？哎呀，不是哦，我们现在不是如如不动哦，千万不要如如不动了。我们现在要观察，要如理思维，要观察，不要说马上就要遇到境界如如不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要观察。要观察，不是说好像定的遇到境界来都不动，不是这样哦。我们要观察，要活起来，就是如理思维，就是思维它，去观察它，观察它，它怎么来，它怎么去的，不要如如不动啊。如果不动，我们现在都会变成定，那变成修定去，就是静止不动。排斥它，不是这样的，要去观察，观察它，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你会问怎么观察什么？就是一直学禅宗的时候，就是说不要起心动念啊什么。我跟你讲，你那个不是参话头啊，不行的、我跟你讲，禅宗那是离心意识参，我们现在是依着心意识来思维。什么叫做慧？其实禅宗那个啊，彻底来说，禅宗那个离心意识参，那是修定的。所以我在想，师父，那这两个到底在修行中怎么更好的处理好他的关系呢？我说不是那，我说中国的修法不是离心意识参。你看到、我跟你说了，如果我跟你分析一下。包括现在那个法鼓山也一样哦，那个圣严法师啊，他们都是这样啊，不是有那个华陀禅或是莫照禅嘛？哈，华陀禅。其实他们的先有一个知见呐、有一个知见，对于那个本心，就是如来藏心呐、是有充分的信心，是吗？就是。本质清净，本界的那个，他已经是大信心了。他不是在做观察，他已经相信了呢，就是相信了呢，是吗？那个信心大分心的是吗？那个正义法师也是常这样说嘛，要信心，要信心。所以他不是就的这一方面在做观察，如果以中观还观察自信如何有嘞？本心清净如何有呢？从知道在大圣不光章对这个都要去观察，自信如何有这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法出来？但是在禅宗是不观察，要离心意识参，他就相信这个，然后离心意识参什么都不是，对吗？什么都不是，他叫拨用这个来拨妄念，他不是说用这个做拐杖吗？要拨除妄念，就用移情来拨除妄念。拨除妄念呢，那就修定的方式呢。定就是要心一静性，所缘一个境界，修定对吗？为什么要正念一个境界呢？因为我们妄念太多，所以要用正念念在一个境界上，所以要正念念在一个境界上，所以导师形容说念好像一个绳子一样，把那绳子啊、绑在一棵树上。就是那个，就是所缘境绑住了，啊，我们这个小狗会乱跑，心会乱跑嘛。但是乱跑当中就妄念很多，我把这个心呐、
因为念有一个所缘境嘛，不管是念佛或是观呼吸等等，这个所缘境让我的心妄念不多，都绕着这个树在跑，是吗？如果没有那个绳子啊，我心就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啊，我心噎着正念，一个所缘境系在那里，所以叫系念。然后这样的话，心渐渐就不跑了，跑也是在绕着树干在跑嘛，因为念的嘛，它跑也是在绕着树干在跑，所以终究就静下来。一样哦，忏化陀就是这样啊，他是用那个什么都不信，离心意识参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在观察了，他说什么都不是，是吗？他就把一切一切那妄念都剥除掉啊，所以有移情了，移情就剥除妄念了，那是修定的方式呢。以佛法彻底来说，那是修定的方式，而且他已经是彻底相信那个就是有，彻底相信，而且是往那个方向去观察，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到底到最后啊，那个一切妄念都拨开了，只剩下移情，对吗？然后移情哪一天呢、啊？被打破了，移情打破，他们叫同体脱落。什么叫同体脱落？习女法身佛，那就是如来当本心具足显现了、啊。所以那个是在修定，而且那个是修定，它只是方便善巧不一样，因为它是剥除无边的妄念了，而且它已经是肯定的了，它不是在观察，它已经肯定有这样的话，而且一切来的境界都不是，但是它不是在观察呢，因为它说这个不是，因为它不是呢，我们平常心境所能够知道，所以这个不是，它不是在做慧观呢，所以那个不是佛法要讲的，它如如不动呢，如如不动，它是跟如果以中文来讲，它空寂性相应的呢，那才是呢。你可以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吗？你要先理解到，你才能够知道。对，我想你以前的修行方式是跟比较相应那一部分嘛。但是你要看到中观跟他们之间的观察，有这么多观察的方式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啊，这样不是要修到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啊，那个就是那个若离心意识谈，因为心意识就是在动，所以要修中观，它是要活着要去观察的，观察，所以是不同，这样可以理解吗？你说如理思维比较容易，其实如理思维是真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认为如理思维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三藏经就在想啊，所以我们就认为容易。其实要如理思维，依着中观的如理思维，那是大不易的呢。但是我们说，你刚才为什么觉得他如理思维容易？因为我们平常就在想啊。但是我们平常想，那都是自清净相应的想，所以那个要，所以我们一般修解话就说，那个分别，我们就是因为分别，所以无始劫来轮回生死。我们现在修行就不要分别，所以要离心离思啊。但是无分别不是不要分别呢，是没有自信，我们没有无始劫来那样的自信分别，所以叫做无分别。而在成佛之道不是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所以那如如不动不是中观，不是这样，中观要在从分别慧当中入无分别慧，无分别会才能够真正的如如不动，因为正道如如嘛，正道真如如如嘛。但在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都要观察它的世俗空，就在缘起法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故空，那就在缘起法当中看它的空义，所以导致给它一个名字叫世俗空。这个的话在做观察呢，不是不观察，我要观察。但是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比观察比较容易，那是因为我们平常就在思维，但是要做中观的如理思维，那是大不容易，大不容易。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师父。我也感觉是两条不同的，可能是修行方法和走的路不太一样。你要知道，你要理解，我真的非常非常可惜哦。我在上了这样的课，我想，我听。你以前好像也会常在问问题，对吗？
哦，是，对吧？你好像有几年了，对吗？因为听你的声音很熟。上次还特别你还说到你也导师的著作也有很多了，对吗？我还特别，你还特别要求我说有给你建议几本书，对吗？是不是？我都看了，是是，你？对，是不是你？是你吧？是我。啊，我说听声音很熟，所以啊，我说你都看了，但是之间的差别你要去体会到，这样可以理解吗？我说到底你还是会用到你很熟的那个，甚至包括你说那个提到，现在突然想起来，你上一次提到那个什么楞严经的是吗？关那个剑，他说你说他是在说缘起法，你看呐、啊，你会打混的，但是完全是不一样，它是自性因果，对吗？对，是不是是一样的。还是强调一个有是，对，你要去分别的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我现在境界多高？你要，我现在也没有境界，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得到什么？那个关键的理解，我们在行得很好。你比如说，你现在做人修得如如不动，修得再好，在我看起来价值是不高的呢。你可以理解吗？价值是不高的呢。但是你一直在动荡，一直在动荡当中，你有抓到那个窍，你觉得可以渐渐的，我要往那个地方去的，我那价值大呢，要往中观的方向。我说现在不要说要找到中观的方向了，我说你现在如果能够观察到有中跟空中的那个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有理解到这一部分，你就大大的不同。你要感觉到有不同，那对你而言就是绝大的进步呢。因为你有感觉到，你就会去找，因为你会感觉到这个就已经在你当中就已经可以分别出来，只是那分别的不强大，但是你会感觉到有不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在前面那个路啊，你那个眼睛就换一副眼睛了呢，看的就完全不一样的呢。怎么？所以你现在不要对自己的要求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已经好多有进步的，这个不用了。你要先看到，其实我说那个关键，那才是真正的大进步呢，因为那是整体的转变的，那是从根部的。我们现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很表层的方面在做搅动，在做翻动，很表层的地方。希望我们依着中观见来，让我们很深刻的地方，就可以去松动它，松动它。什么叫最深刻的地方？就是生死根那个地方。我们虽然对现在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能够去往那个地方去观察，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师傅，师傅那可说以。现在我已经晃动多大了？不要了，我现在理解到，哎，我有一个方向哦，这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方向，那就不得了。我在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方向呢。我们说生死根，生死根，但是我们不知道往真正的生死根去扎根呢，去看呢。有中就是这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可以。希望这个能够安你的心哦，安你的心不是停在那里哦，这是，从容的向前走，这样的话一步就有每一步的那个。脚印哦，而且是往正的方向的脚，不会像哦，热锅上蚂蚁，跑来跑去，跑得最那个，但是跑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像有进步，但是又打回原形；好像有进步，又打回原形。但是现在我也是一样，有进步打回原形，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打回原形。这样的打回原形就是我前进的一个经验。你这样可以理解这一句话吗？你可以理解，师傅。所以不要急了，正好我们这一堂课今天就结束了，对吗？今天就对。这一堂课嘛，就这学期就结束。所以正好这样了，一次一次都不能急，就是一次就先去观察他们之间的不同啊，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也让自己慢慢的了解，慢慢的进步，不能急，这样可以吗？可以，师傅，我感觉我跟您特别有缘，您讲课我都能听进去，而且特别相信您，所以我听了您的课，我就感觉好像师傅讲的都是对的，然后我就去反省我自己，哎呀，我叫我的压力更大。是师傅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也挺感恩师父的。哎，我这样压力是大了。好，希望对你有帮助。是有帮助。他、啊、也我的话，我的法义也不会，也会有漏洞的，有时候也会偏差。但是我想大方向对你应该会有帮助。目前呢、啊，目前。嗯整个的大方向，我虽然讲的有些可能也不够圆满，或者有些也会偏差的，但是整个的大方向应该是可以去相信的。可以啊，师傅，嗯，感恩师傅，请如恒师姐提问。那个法师吉祥，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有谈到因果。我就是想说，想问一下，就是中观讲那个无常是即生即灭的，那我想，刚才那个住脚十四，住脚十四啊，哦，就是中观不是说那个即生即灭嘛，然后住脚十四这边他说那个时间是，就是因果不能，时间的同时也是不能割裂开来，但是。时间又是，前后两端，中观说即时即灭嘛，然后这边是说时间又是向前后两端伸展而又前后不相离的，这边就是好像我就这边我不怎么能连接它是即生即灭的，那时间它怎么又能够前后延展？因为我感觉它即生即灭就好像有点像折叠过来，它怎么又能伸展开来，这边我不是太能连接起来。谢谢法师。就是我们一般都有时间，就是有前后向，不是吗？时间、对，现在未来呢，这些前后就是两端伸展，就是有前后向啊，有前后。比如说我们就是时间，就是为什么有时间这样，就是因果的流变嘛，有生灭变化嘛，生灭之间就有前后相，对吗？所以它就是前后伸展嘛。但它的伸展呢，它有没有把前后都断掉？没有断掉。所以前后两端伸展，就是在说明它的意识因果了，就是前后的因果。但是不相离，前后又不相离，不相离就是和合，也就是同时啊。举个例子。不是刹那就生灭吗？刹那就是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时间有生灭相，生灭就是有前后相，所以最短的时间同时也有前后相，前后相就是前后两端的伸展，但是两端的伸展它还是不能够让前后两端相离，所以不能够相离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他们前后是合合的，合合如果用时间相来讲就是同时，合合就是空间相嘛，空间相的那个就是表示他们之间有相依相应的关系，那就同时因果，所以时间就是既有前后相，但是这个前后相又不能够相离的前后相，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时间前后相我能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无常，他不是说即生即灭吗？那即生即灭不就是应该生跟灭就是等于同一时间？对对对，我跟你说，有中的同时啊，就是没有前后相，就好像世间速写的那个点，所以在有中的那时间是怎么表现出来？就好像速写的一个一个的点，是一个一个的点的累积，速写不是这样吗？所以速写怎么说？速写说点是没有长度的，对吗？但是点的集合就会变成线，线是有长度的。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讲，这个是细论相的，但是没有否定它的功能啊，因为。本来一切法就是合合的，众缘合合的，所以它是可以分析的。但是纵然到这个点啊，这个以佛法来讲就是刹那，刹那是缘起的存在，
缘起的存在就是众缘所生法，有它众缘的复杂的关系，表现在时间上就是刹那同时，它但是它不是一个点，它还是有前后相，这才是中观说的，才是阿含说的刹那。所以世尊说刹那最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所以前后相就表现在刹那是有生有灭，但是它是即生即灭，这就是中观义。但是在这个呢，在有中，在一般世间呐、数学家包括那个哲学家啊，对于那思想的三大定律也是一样，都是立足在自信上，所以他们的点同时它就是没有前后相的，所以他们那是积劫的累积。但是以中观以阿含的说法是这样，任何的同时最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因为时间就是有前后相才是时间啊，没有前后相的那个时间就已经不是时间了，所以没有前后相的那个时间是细论相，中观是不承认的。再短再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但是如果以有中来说，有前后相就不是最短的时间，所以在有中有前后相的时间，它是不会认为它是最短的时间，所以对于阿含经的刹那就即生即灭，对于有中来讲是对他们的困扰。但是佛说的即生即灭，刹那就生灭的，佛弟子都不能够否定他，都不敢否定他，所以他们有各种的说法。但是以中观来讲，那都是细论，以中观来讲都可以破了，就像现在说到的有不得说到同时因果一时因果，中观也可以破。所以以中观来说，同时有前后相，就是最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因为佛说刹那就生灭，所以这是中观见，就是佛说的缘起法。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前后相没有离开同时相，因为同时还是有前后，因为没有前后的同时就是细论相。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永和的当下，那是细论相，只要不动，只要不动的时间，那是细论。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就是它其实就是那个即生即灭，它就是在那个就是刹那前后那个相上安立一个即生即灭，你是应该是这样子去理解吗？是啊，这个刹那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这个最短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所以我们一般讲刹那就同时对吗？就当下嘛，当下我们一般讲说当下啊，同时这个当下啊，以有中来讲，那当下啊，刹那就是那个点哦，包括一样哦，包括唯识现在实有论者，他的那个唯识那个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累积哦，他是没有前后相的，他是没有前后相，所以他对于那个，为了让你更清楚明白，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唯识啊，唯识他是在他不是有那个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吗？他是三法同时哦。三法同时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是三法同时的，同时它的同时就是点没有前后相的点的同时啊。如果以中观以导师的破，这怎么破它呢？因为唯识他就举这个例子，他的譬喻是做这样的譬喻，他好像如秤只有两头是吗？秤啊有两头，这一头滴下来的时候，那一头就同时起，对吗？那个唯识就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他的那个三法同时啊，就是种子三现行，现行先种子是同时的。老师怎么破呢？这个在中观经论，老师怎么破它呢？老师说，这个啊，如秤两头低昂同时，这个是为什么会有两头？它是有长度的才有两头，但是唯识的那个刹那是没有长度的，
没有长度的，所以那个有用这个做P有两头，那个低昂同时的这个它是不能够以这个来做P的，因为他们的那个三法同时的那个刹那同时的那个是没有前后相的，所以以中观以世尊来说，再短的同时，就是再短的刹那，它还是有前后相，因为没有前后相的点，那就不是时间了，那就是失去时间相，所以这就中观义了。所以有前后相，但是这个前后相是不能够相离的。而所以呢，扩大来说，昨天跟今天虽然有幻象出昨天跟今天，但是在空寂静之下完全是没有隔碍的哦。所以八万大劫以前的那个所造的业啊，成熟了现在就能够报。不是有一个公案吗？那个阿罗汉看到一个人要想出家，但是阿罗汉每个阿罗汉观察他五八万大劫以来都没有善根，出家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不度他出家。但是佛呢，度他出家，很快就证阿罗汉。佛说啊，他八万大劫以前的那业已经成熟了。所以不是八万大劫的以前的业到现在哦，把它从过去位移到现在位，不是。如果移到现在位，那阿罗汉就看得到啊。阿罗汉相对来，凡说阿罗汉只能看到八万大劫内的事嘛。那如果说过去那八万大劫以外的那些业啊，他不是，他要报不是那个业跑到现在位，不是在空寂性当中。前后是无碍性的，虽然幻现出有八万大劫之前还有现在，但是在空寂性当中它是无碍的，它应验后它就现了，所以在最短的时间也能够，一般说那个其小无内的刹那即为当中，导师也说得清清楚楚来，它还是如那个中观如世尊说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在大的地方在时间在扩大还是一样三世无碍，但是有三世的幻象，但在空寂性当中三世是无碍性的，但是没有破坏它三世的幻象，所以前后两端无碍于前后不离，一时无碍于同时，这样可以理解吗？理解了，非常感恩法师，谢谢。就用这样的观念来去观察中观所说的缘起法，要在具体的事项上，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完全的不执取，只要一个实有自信的地方，我们就会在那个自信的那个法上会去执取它，这个就是中观在跟其他有中根本地方的不同，我们要在缘起相，如果具体的去说它，我们这样才能够去观察它了，这样我们才能够依着中观义来去调教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接受我们自己，然后再接受我们当中来去调教了哈，来去面接受了，我们就面对它，面对它就能够去调教嘛，才能调教的，还是要依着中观义啊，这样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法师。请有容师姐提问。好，谢谢师父。那个师父，请问一下，我想知道说，从中观说五蕴性空的立场呢，怎么观五蕴是苦果？观苦蕴是苦果，就是信不可得啊。苦果是苦果是什么？苦果的本性是不可得空。而幻现出来的幻苦果，所以我们要观的是这个苦的幻象，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这个，请师父说。所以啊，我们不是一直在强，有一年就这样做强调，我现在再强调一次：三圣都知苦，解脱道也知苦，菩萨道也知苦，同样是知苦。但是解脱道知苦厌离苦，菩萨道也是知苦，但是知苦悲悯苦，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如果去观苦性不可得，你也先观无常，就常性不可得，一切法
都是如幻性，不单单是苦法如幻性啊。那无常，常性不可得。什么叫常性不可得？就是五蕴法的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啊。观苦果也是一样啊，观苦果的果性不可得啊，果性不可得才会幻现出苦果啊。所以我们观察苦果就要在什么，如果以中观来说，以空中来说，就要观察这个法的当体无自性空。所以观察无常的时候，就观察这个法的常性不可得，法的当体的体性当中的常的体性不可得，幻现出来就是无常相。所以那无常相对中观来说，不会像声闻，譬如像江南传啊，观察也是主要到观察无常苦我，到最后呢，总观之后，到最后还在专门观无常相是吗？无常生灭相，生灭相观察到灭相是灭相的时候，他还是在观灭相，所以他起守寂感，所以厌离苦。但是中观不要再观察灭相，中观在生灭相，在生相中就观察生性不可得，观灭的时候也观察灭性不可得，不会是观察灭相灭相，在观灭相的时候还在观察灭相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灭相。那个灭相是如幻的灭相，不是在法有的立场去观察如幻，不是在法有的立场去观察它的无常生灭相，而是在观察法空的观点，是观察它的生灭如幻相。这个都还是因为一切的人法或一切的人的执着也是在法上做执着嘛，就像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五蕴身上去执着为有我，也就在会执着在这个色法受法当中，执着这个法是实在的，这个法是实在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法上去执着为我。所以一切观人观法，以中国来说，都要对着那个的法的无自性去观察它的那个常性，它的我性，它的独一性等等的，它的生的实在性，它是不可得，然后去观察它的无我相，这样的话就完全跟解脱道完全不一样，没有破坏如幻相哦，也是一样观察无常、苦、空、无我，但是以无我为中心，也空有为中心，这样的话一观下去的时候，就知道常无常是常性不可得，但常性不可得当中去观察它的无常相，所以我们不会恋着世间，但是我们也不会像解脱道这样的厌离世间，我们会在世间当中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世间就是苦，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在不离世间就是慈悲，就是知苦而悲悯苦，但是悲悯苦呢，不会落在哀怨当中，会在悲悯苦当中来怎样出世间来去得乐，不离苦，转化转，所以那个转化跟那个断是不一样的。中观为什么能够转？真正的转要在中观来说，否则在有中只有断。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说，实在的话断不了，只有中观才能够转。为什么？此有故彼有，苦的是因为不好的因缘才苦，而这苦呢，我只要当下转成好的因缘境界，我的苦就转成乐了。在转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训练我自己了，智慧增加了，慈悲也增加了，种种都会跟着增加，这样可以吗？这个先，我只是想知道说，因为那声闻的观苦是与厌离心相应，所以显然中观的观苦是要与慈悲心相应的，因此我们要广观各种各样的苦相，主要是因为要充实这个慈悲心的内容，是不是？我想不是，我想最根本的最根本的，现在哦，你看哦，现在有些观那个悲心观啊，观到悲的哈，他不是啊，我们不是要去求苦了，我们不是要去求苦，要真正看到苦的如幻性，我们要在一个苦的法上，我们就观察到它的如幻性了，不是要去尝尽千千万苦，但是尝尽千千万苦也很可能习无熬成佛的那一种哦，有可能在压抑我们自己哦。但是中观不是这样的啦，有智慧的菩萨不是这样的，
要在任何一个法上都要去观察了，因为一切法世间法完全没有离开这个啊，但是是在空意之下去观察，不是要遍尝一切苦，不是要这样。当然，当然，一年到了，我们不聚会聚啦，但是不是要去自讨苦吃，不是这样的呢？但完全是没有智慧的。所以现在你看藏传的就要偏偏要去吃苦，对吧？而且要把一切的苦难要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是有修那些奇奇怪怪的法吗？而有些呢，修成自己自苦，完全就在那里脱不出来的，那都不是中观义，都不是中。所以要在任何一个法上观察到它的攻击性不可得，无常相观察到常性不可得，无我相观察我性不可得，那个苦相观察到苦性不可得。苦性不可得幻现出来，那苦相我们的慈悲心就起来。我举个例子哦，在般若经这样说到哦，般若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到，我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我为一切法空寂性而发菩提心。我们说发菩提心就是求成佛，就求无上菩提的那个心嘛。但是般若经在一个地方说到，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而为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为什么是这样？菩提心是跟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嘛？为什么是为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就举这样的例子，因为父母亲看到小孩子晚上做噩梦，呼天喊地在做噩梦哀嚎，母亲呢看到他悲心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在做梦，悲心起来，所以般若经这样说：为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就是看到众生这么一直都在做梦，而且做噩梦，对吧？做好梦也是一样，马上又要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在任何的一个法上，让我们的智慧起来，我们的慈悲心就要跟着起来了。不是只有观苦才让我们发慈悲心的。当然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那个四种三昧啊，那个相对于四种法印嘛，把那个苦法印也把它列进来。不，南传就是三法印，就包括无常、苦、无我，它不包括涅槃嘛。所以四法印就可以把苦包括进来。苦就相应啦，就相应四无量。就观苦性不可得。但是其实在任何的一个法上都要观，就要让它悲智交融，导致在那个中观经论的那个大乘般若的四大究极体相，不是有一个悲智交融吗？那是大乘特有的。所以我常说我们的智慧提高，我们自己就要观察，我觉得我智慧提高，我们自己就要观察我的慈悲有没有相对的提高。如果我的慈悲没有相对提高的话，我那个智慧的提高会有问题，会偏差，那不是大乘般若的提高。所以我们应该在任何的一个法上，我刚才特别举那个例子是吗？般若经所说的，所以为了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那就是大悲啊，那才大悲。所以一定要在跟空慧相应的那个的大悲才是真正的大悲啊。所以要在任何一个法上都要让我们的悲心有相对的增加。所以这个怎么样去让任何法上悲心增加呢？就在任何的一个法上快乐的法，也去观察它是无自性空。为什么慈悲要增加？看到原来啊，我们无始劫来在都是这样舔刀头蜜，舔到蜜舌头也割伤了。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在世间是我们力量最大，就是那个爱，而那爱就来自于无明，无明相应的爱。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提高，我们的慈悲也会跟着提高，是在任何一个法上。所以不单单是说要观察一片苦啊，但是我们不排斥苦，但是我们不要一味的自找苦吃。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是吗？包括那个藏传的一些修法的。但是一般人都说他慈悲慈悲啊，但是有时候以佛法看起来，以中观啊，所以他们的空义啊，
他们说应承派最高，对吗？他们的空域没有表现在这里，看起来他们急求，所以真正的空域是要这样理解的。我是这样来理解的，提供你做参考，这样可以吗？可以，非常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我再说一下，再强调一次，我常说，我现在还在说，就着这样的引用再说一次，有法才有智慧，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我现在在进一步说，有法才有慈悲，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慈悲，一样，因为慈悲跟智慧同基于缘起的正觉，是吗？导师在中文经论的秩序当中就说到，所以悲智交融是大圣般若特有的特德，这个就能够去观察什么叫做智慧提高了，我们的慈悲要跟着提高，这样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现在呢，贪嗔痴具足，我现在好，我在批评的那些啊，他们都比我有慈悲，我刚才就批评的那些啊，他们都比我有慈悲，但是我现在要去开展我的慈悲的方向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哦，虽然开展不好，但是这个法就会让我往完全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开展。所以啊，他们上帝是博爱的，是吗？到了我面前他要听我说法，虽然他博爱比我的程度高的太多太多，他修持无量修得太好，但是他到了我的面前他还是要听我，乖乖的听我说法，但是他不会到我面前，他不会听我说法的，他不会听我说法。但是我是说这个法啦，不是在说我啦，我说这个法我们都一样要在学这样的法啦。我虽然现在我是在说，其实我是在学啦，我们都在学这样的法，所以各位用的比我好啊。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在排斥他啦，我相对的还是在随喜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场合我是在说这样的法，在其他各位你不可能在其他的场合看到我喋喋不休一直在说这样的法。我平常都嘴巴是闭上的，各位不要以为我平常都在说法的，我平常在学院也一样，平常我嘴巴是闭上，都是嘴巴闭上，也是有一点就是听不说的。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平常是嘴是碎碎念的，没有了，只是但是我现在会比较急迫一点，比较急。所以希望哦，希望我讲这些只是希望能够引动那个波动各位心弦，什么样的心弦？用正见来看到，能够听闻导师所抉择的法是多么多么的难能可贵，在我而言是无始劫来，无始劫来，这个不是我随便说的了，是我用尽我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我觉得不单单是一生的力量，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是这样跟大家共勉的。不要只是一件事情的理解，不要只是这样，我们要在一件事情的理解当中去看到它的可贵性。所以这个是我愿意一再一再的去提醒各位的这个的角度，包括对于前面那个的解说也是一样，要看到我们跟之前的那个修行的知见、修行的方法的根本的不同处要看到。那基本上就说到这个地方，这样可以了。感恩师父。我希望哦，各位哦，在我们接下来那放假的期间，对吗？有时间哦，把这个我们所上的课的这个讲义啊，哦，还有相关的，就是导师的著作了，就拿出来温故知新。这个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欢喜。好，就这样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师父的教导，谢谢师父。好，谢谢大家。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